什么只要一碰到他，我跟他红色就不约了？我只是单纯的想请你做我的生活助理。你不许牵他的手，你不许看别人，你只能看我。是是，行，不怕不怕。妈妈说，害怕的时候，寂静摇头就不怕了。我这次的病情比较严重，额额头力度不够。什么叫力度不够？有鬼，你长得这么好。